Hello，Hello。今日迟咗少少添。Hello，大家唔需要惊讶我点解系用呢个角度嚟去开，系因为我冇插电啊个电话。我而家咧系用电话嚟去录自己影自己嘅，跟住点知我个电话唔记得插电，咁我等咗佢一阵啦，跟住之后我就发觉咧真系唔得啦，因为唔够电开嘅咁样，不如我用翻嗰个电脑嗰个画面啦，又跟住经我嘅研究之后咧，咁就个画面冇咁衰喎，原来系要因为要光啲，系啦就系咁啦，今次玩低炒都其实系咪几舒服咧个感觉？喺度掩饰自己唔记得插电，咁咧其实咧，等我同大家介绍下先。后面咧呢、这个就有个窗帘啦，跟住咧呢、这个咧就有个电视啦，系咪好有屋企嘅感觉咧？跟住大家可以再睇埋呢个位，即系嗰啲有个窿嗰啲位，唔知系呢啲系啦，嗰、那个窿嗰度。咁咧其实佢系我个电视柜嚟嘅，系咪好有屋企嘅感觉咧？其实都好 casual 嘅啫，我觉得。低炒唔紧要啊，咁都影得几靓啊，我觉得 OK 啊，都几舒服嘅，系咪？咁啊，唔好讲咁多啊，咁啊，唱翻首歌先啦，啲声冇问题啊嘛，应该都正常啊，因为都冇人讲话有咩问题，系咯，即系我呢啲样呢，我系唔怕低炒嘅，即系管火马鬼啊，唔系啊，讲笑嘅，你唔好低炒影我，我自己梗系教到靓靓嘅低炒先至俾大家睇啊，系咪先？好啦，嚟啦。练咗首歌啊，特登练首歌啊，咁啊唱俾你听。咁啊，大家帮我 share 啦，我都系。你的声音揭开了故事的谜语。落下一万年的约定，大树下的你，红色围巾，小心你捧的雨，哭了笑了，输了你还是你。我们如果有一次错过，不敢牵着你的手。寂寞等待后山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那时间停止，那一千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说好就是永远不改变。大树下的你，红色。小心你捧的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我们如果有一次错过，不敢牵着你的手。如果没有如果，等待红尘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上。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如果可以，漫漫人海，千年一夜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红霞划过身上。会回魂。
千语，至少拥有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你眨眼，你万年，留给我别困住你。如果可以慢慢跟爱千年一夜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红霞划过深深轮回的秘密，我划过云际，你是我独善世界的决定。这首呢就是我之前唱极都唱错的，叫做如果可以。见到有人留 comment， 我真的有看你的 comment， 有看你的意见的，说叫我练好他，说我可以唱得好好听的，那你们觉得怎么呢？其实呢我今天呢状态呢不是真的太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很漂亮。我觉得很 casual， 其实这样开都不错，这个角度。为什么我说我状态不好呢？哎呀，麻烦了。因为呢很正，还要有个蜜糖水。因为喉咙很痕，跟着欣姐帮我冲这个蜜糖水。Thank you。哎呀，正啊。我呢又坐在这里，什么都不用做，不是的。我要唱歌的。是的，最重要心情靓。如果不是唱什么歌呢都不好听的。是的，今天心情不错。咁咧，如果大家中意我嘅音乐嘅话咧，随心打赏啦，多谢你哋。咁有啲嘢咧就令到我觉得咧，又唔系叫心情唔好嘅，但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话说咧，我今日咧睇到 Facebook 咧就有人咧busking 俾人唔知投诉定乜嘢咧，跟住搞到好大件事。跟住我心谂，哎呀，点算咧？我都准备又要嚟一次 busking 啦。今天暗了一点，是因为我没有用相机或者电话，因为我没有电，所有东西都忘记了插电。有原因的，我讲个原因出来，你们可能觉得抵赞，因为我挂着录歌。今次录 cover， 迟点会有看啦 Facebook。这个 cover 呢就是会跟上一次更加有一点不同的，虽然都是我自己编曲，不同的是迟点你们就知道咯。就是因为研究这些东西，所以搞耐了时间了，不知道。我告诉大家，我由今日，我想12点左右开始研究，研究4点几，我才研究到怎样可以用一个新的方法来去录我想要的效果。用4个几钟，我真的不是讲笑。跟着，但是没办法，为了要录一个好的 cover， 是不是？跟着刚刚我自己录我的人声，因为其实那个乐底呢，我就在嗰四个零钟，其他嘅时间咧搞掂咗个乐底，我谂整咗几耐，整咗个零两个钟啦。啊，系整咗一首新嘅，但我今次系录首旧嘅，旧嗰个就本身已经整起咗啦，都系整两个钟咁上下啦。咁跟住录人声，我录咗个几钟咯，系即系所以其实每个 cover 都即系一个呢、这个成果得出嚟都唔系咁简单。咁啊，精益求精啦，继续想录多啲好嘅 cover， 咁所以就搞到我连电话啊咩啊嗰啲都唔记得插电，而家只可以用电脑个 cam 咯。所以点解话暗咗定系蒙啊？就系咁解咯。咁但系我都已经尽量去搞好个画面噶啦，因为我其实开咗啲灯咧，开多啲灯咧，咁就照光啲，咁就冇咁暗咯。系啦，啲色彩又冇咁衰咯。梗系卖关子啦，系啊，冇错，好快有得睇噶啦，你哋留意住我嘅 Facebook 嘅 post 啦。咁帮我叫多啲人入嚟睇今日嘅 live 啦，我心情靓啊！咁啊，唱咩歌都好听啊，信我。你哋点歌啊 ？D A W 难唔难搞？喂，梗系难搞啦，唔系咁易嘅嘢嚟噶。我而家今次用咗个新嘅 D A W， D A W 其实系咩咧？就系、是、digital audio W 唔记得咗系乜，唔记得咗添。停。咁我本身咧就用 iPhone 嗰啲嘅。咁但係因為今日就喺電腦嗰度想做到一啲其他嘅效果，所以我研究咗好耐。我今日好早就起咗身啦，跟住整整整整整到而家，唔知九點幾定十點幾起咗身了。
把声系卖点，我好痕啊个喉咙，我都未讲我点解会痕，因为呢，我屋企我发觉原来我唔知啲，我哋系冇咗风扇啦，坏咗定咩啊？我唔记得咗咯，点解咁少风扇用嘅？唔系，不嬲都用嗰、那个，跟住呢就收埋咗，跟住就好多尘。但系我就因为挂住整啲嘢唔得闲抹，我攞出嚟吹啦，即刻，因为好热，但我又唔想开冷气，咁所以呢就讲 起都喉咙痕，咁呢就太多尘啦，唔知系咪吹到喉咙痕定乜嘢气管痕嗰啲咯。咁所以其实我今日个状态呢就唔系真系咁好，但系心情好系搭救晒所有嘢嘅。你问问我点解心情好，我真系唔知。系啦。咁你哋点歌啦？Busking 俾人投诉点啊？我都唔知啊，我唯有 online busking 住先咯。我睇下几时再实体 busking 咯，再话俾大家知咯。系啦，冇影响我嘅今次呢，即系唔系影响我个心情，但系有少少觉得要唔要避一避先咯，就系咁啦。有余韵啊！唉，好啦，你哋成日都点如愿，咁我就唱啦。睇下先，嗱，唱得唔好去啊！呢首真系好难唱，我今日真系有啲，同埋我录歌录咗好耐，啱啱？唔系因为我把声唔好，所以录好耐，系因为录极呢，唔知点解人声都系 delay 呢。跟住之后，我终于用咗一个好聪明嘅方法嚟解决咗。我整咗好耐，录咗好耐，其实我基本我系唔需要录咁耐噶嘛。好似录咗第三个 take，我已经要咗一段副歌啫嘛。你谂下，其实5分钟都唔使，但系我整咗成个几钟，因为技术上嘅问题。好啦，唔好讲咁多，唱歌先。如愿。想你深爱的那样。
就你所做的承诺，这样的爱你啊，我也曾见你未见的世界，写你未写的诗篇，天边的月，心中的念，你永在我身边。我想讲咧，我好耐好耐之前开 live 咧，大家记唔记得？我咪都系坐喺地下开，跟住都好 casual 啊，好舒服咁样啦。但系咧，我会有啲唔舒服嘅就系我会脚痹，我而家真系有啲脚痹，点算咧？唉，唔理啦，唔知啊，有冇人帮到？有冇办法可以翘脚系唔脚痹嘅咧？我等你哋话俾我知有咩方法啊！你唱《如愿》真系超好听，有感情，中意我嘅 version 多过王菲，唔系嘛？王菲系冇人可以超越噶、哦。去完日本系咪买咗好多嘢翻嚟？又唔算嘅。不过系开心嘅。我已经同咗大家，唔系同咗大家讲，同咗自己讲，而家同大家讲就系咧。去完过日本咧，系应该要重新出发，去好好做多啲嘢俾大家睇。咁所以其实咧，我做譬如我录歌啦咁样，我唔介意用好多好多时间嚟去解决一个问题咯。即系可能我蠢啦，搞好耐啦，人哋可能唔使，但系咁我系要用咁多时间先可以做得到啊嘛。咁我咪做咯，系啦，唔做又点样俾你哋听咧？系咪先？按摩有用嘅咩？下个星期一系假期，开唔开？都冇乜关系噶。如果唔开嘅话，我先再同大家讲。但系其实系开嘅，应该。Carmen from UK 你好啊 ，Hello， 多谢支持。有啲咩歌想听嘅话咧，就可以随便讲。其实我睇紧你哋嘅 comment， 你哋嘅点歌。啊，拣咩唱好咧？讲讲下冇咗下文哦，一拗讲翻啦，啱啱嗰个 busking 嗰单嘢。哇，有位朋友点好多王菲嘅歌，但其实我唔系真系识唱好多。Sorry， 呢首《Eyes on Me》我都系唔识嘅，唔好意思。水杯咁细，我有大嘅杯嘅喺呢度，细嗰个系饮蜜糖水啫。睡前听一听，听一听，好啊。唱告解一定系将我个喉咙咳死啦，但系我系可能可以唱嘅，唔知啊。呢一刻未想唱住，手指根卡我都唔系好熟，唔熟啊。日本最好玩系咩？梗系环球影城啦，其他嘢都唔算系玩咯，因为。好，追光者啱 feel， 我觉得追光者歌词，好彩部 iPad 系听到我讲咩嘅啫。哇，我只美腿啊，大佬，真系好痹啊！点样啊？一系我换一个姿势坐先，咁样得唔得咧？就试下咁先。濕濕地咁樣，我只腳有冇好啲？好似又好少少。嚟啦，追光者。真是
山谷，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随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晴朗，边拥有边失去着。点解 Wendy Law 同我讲话你系我嘅 die hard fans from 台湾嘅？你唔好以为我唔认得你喎，你系明明是香港嘅，即系你想点歌啫，系咪啊？有啲新意喎，好啦，我唱呢首啊，唔拣其他住咯，直接唱呢首啦，系咪傻噶？点解可以有一个咁好笑嘅方式嚟引我睇到？黐咗线咯，笑到好蔡健雅嘅 Beautiful Love， 好耐冇唱过，且首首都好耐冇唱过，梗系啦，唱翻唱咁大把选择嘅时候，好耐先会重复翻唱一首歌嘅啫，除非你哋系咁点嘅歌啦。好啦，咁如果你哋中意我唱歌嘅话咧，随心打赏，多谢你哋，当系busking 咁样睇啦。因为其实真的很危险，都不知道几时会冇街上的 busking， 即系唔知道要有咩嘅制度啊，定系乜嘢，好难讲。但系即系 live 嘅就仲 OK 咯。佢去咗台湾旅行就当自己是台湾 fans 咯。OK， 你赢。好 ，Beautiful Love。
身前，别人他在流浪。从前我太适应悲伤，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感动我。一起走着，没说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真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So beautiful， 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情是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着的手，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Love's beautiful，So。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勇敢地爱着，每秒钟都能证明一生的美丽。谁是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真消失了，从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情是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着的手，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情是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着的手，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很快。是因为我相信，我们永远的爱着，每秒钟都能证明一生的美丽。Love's beautiful。 好，这就是蔡健雅蔡健雅的 Love's Beautiful， 不是 Sorry，Beautiful Love 才对，哈哈。
下先，邊個棉花土係咩嚟噶？花名嚟噶？棉花土係點解啊？Rosanna 個 friend 叫棉花土，等我諗下先。棉花土係係咪即係個肚好軟綿綿噶？我亂咁估噶咋，冇嬲啊！我有冇睇錯啊？其實因為我係啱啱閃過咁樣睇嗰個 comment 噶啫，我唔係真係好睇得好實咁樣見到棉花土啊！等下先，冇咗兩個禮拜嘅 live， 兩個禮拜咩？係喎，係兩個禮拜嚟嘅喎，唔怪之我都覺得咁耐啦，因為冇咗一次，再隔多一個禮拜就係兩個禮拜咯。係啊，哦，咁唔怪之覺得我自己都覺得好似好耐冇開咁樣啦。一次唔開咪即係等兩個禮拜咯，本身等一個禮拜噶嘛，係啊。我冇计错数噶，哈哈，系啊，两个礼拜冇错冇错。好啊，你哋叫多啲人入嚟睇啦，多谢你哋。个 friend 个名叫棉花土，好好打，黑带嚟嘅。哇，佢个人好好打，我又你话佢个肚好好打啊？咁黑带啊，梗系冇打佢个肚啦。咁我俾我打全身啊，可能咁样嘅话。咁呢位棉花土系先生定小姐嚟噶？睇下先，我一個人原來畢業都好喎、啊。唱住歌先，等棉花兔或者布森娜解答我究竟係男士定女士，有啲想知，係冇八卦。好啦，如果大家中意我嘅歌嘅話，可以隨心打賞，多謝你哋，去令到小妹可以維持生計啊！耶、yeah ！因為我嚟緊我都諗住想睇下會唔會啦，買啲新嘅錄音麥。唔係錄音麥 ，busking 麥啊，講錯咗。好，呢就係愛一個人原來不易，唔知唱唔唱到。
知道我而家似咩？似嗰啲掌门人捻脚唱歌嗰啲。爱一个人原来不容易，为何偏偏最尾一刻不可上演？地老天荒谁能不改变？然而这个性这个魂哼了千遍，然而这个性这个魂哼了千遍。我想讲咧，其实我未必系脚痹搞到我唱成咁，系我觉得真系好好笑啊！Sorry 啊，救命啊！我真系好痹啊！喂，我攞开个吉他先，唔得啊！哇，我攞开呢个饮品先，我费事咧一阵咧我整低整倒泻，哇！是不是哇你不要啊，欣姐还说想着捏我的脚，那些脚臂是不是很怕被人碰的？不是，我不是那只。喂，大家知不知道脚臂有分两只的？有一只是臂到没知觉，有一只臂到很痛的。我现在是没知觉那只，不是痛那只。不怕碰的，应该我自己碰自己没所谓。不要啊，不用了。好多人看着的，你不要这样对我啦。不是啊，哎呀，我忽然间变了有点痛那只。不是啊，真的，你不要搞我住先啦。你给我回复返先。给少时间我顺便看看大家 comment。不要啊，我变了有点痛啊。你不要啊。你不要啊。喂呀，就嚟掂到啦！喂呀，好衰啊，冇啊！你真系掂咗啊，不过唔有少少唔舒服咯，又唔系真系好唔舒服嘅。唔系啊，冇啦！我喺呢个镜头面前好失仪态咁样，冇啦，冇啦！你俾我快啲好翻，跟住唱歌啦。其实唔关事嘅，你掂唔掂都系要啲时间先至会真系好翻。啊！实在太好玩了，觉得俾你就掂，跟又唔系掂咧，超好玩。唉，黐线嘅，佢逆五循，佢逆五循环系啊，真系唔系好循环。唉，真系好似咧嗰啲叫咩啊？即系好，唉，唔好乱讲嘢。即系好似样呢度又唔舒服，嗰又唔舒服咁样嘅，脚臂又唔算一种唔舒服嚟嘅，冇嘢嘅，我转头就冇嘢，我好啲啦而家。欣欣真系好好，好好笑啊嘛！好，唱咩歌啊？春夏秋冬都好，春夏秋冬都好喎、啊。春夏秋冬歌词。不用自己整我，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夏，是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能你逗留我
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水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似弹紧琵琶，我唔举直啲个脚臂啊，冇办法啦。呢个咪西式琵琶咯，你哋识唔识噶？你哋都唔识嘅，系咪？呢个系都系琵琶嚟噶。睇下先，我今独抱琵琶，啲咩歌？系咪歌嚟噶？点解我觉得好似有啲印象咁样嘅？好听，谢谢。看看闹钟，什么闹钟啊？刚才那些叫什么不好啊，那些做闹钟，为什么啊？不行，那不好就是不要起身咯，不行的，应该要选回那些起身啊，起身啊，那些嘛。哇，那些人鼓励你整我只脚噶，好衰噶，你哋真系咩啊？而家 OK 啊，冇咁痹啊，咁样举直个吉他就冇咁痹咯。但我惊我压烂个吉他阵咩啊？唔痹啊！我点都话自己唔痹噶啦，唔系唔系，真系而家 OK 嘅，而家可以。睇先。咁咩？又抱琵琶半遮面，咁似周星驰讲过嘅一句嘢嘅。佢喺《鹿鼎记》入边讲过，我记得。做咩脚比？因为我而家坐地下咯，冇坐凳。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个 feel OK 喎，咁样开即系几 casual， 好似同大家个感觉又再近啲咯。跟住又俾大家見到啲電視啊，嗰啲咩啊，嗰啲咧都幾靚嗬。我唔腳痹啊，講真，而家 OK。點歌《櫻花樹下》，《櫻花樹下》我咪唱過咯。今日唱過唔可以唱嘅咩？你哋再點啦，我等我再揀下先。哇！我真系搞唔掂，我今日我唔系又有少少鼻，点解咁反复噶？
你唔好整我啊！好反复啊，真系。哎呀，弹亲个吉他添，冇事。有冇多啲选择？好热啊，我觉得。慢慢喜欢你好，慢慢喜欢你。好热啊，我准备出汗，点算？攞把扇俾我咩扇？帮我泼扇啊！宫女嚟噶你，嗰啲咧皇帝定唔知咩嗰啲咩太后喺后边嗰啲泼扇宫女，但系你喺前面泼嘅。好，慢慢喜欢你。莫文蔚。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露宿和青苔，或许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的知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陌生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星木会人姐，佢攞咗个风扇就喺我前面吹，咁啊，暂时解决咗一个我屋企冇风扇嘅问题。冇風扇啦，係費事搬嚟搬去呢一個，有一個就封曬塵，我冇用啦。夏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摊好放行李箱。早餐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留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陌生。我只是被右边的，我发觉脚鼻
你俾我線到嘅，其實我係避緊左邊啊。左右齊點啊？把歌談心啊，可以啊。把歌談心歌詞。我揾下個 key 先。是不是有个 intro 的，好像很好听的，等我想想，是这样吗？好像不是那么普通那么简单的，就是不是跟着，哇，不是跟着那个 melody 去，我听一下先。喂，我唔要英文啊！把歌談心，聽下先。係咁嘅咩？好似唔係噶。係關淑怡噶。定係唔係？我哋好朋友 Danny Chan， 誒唔經唔覺多錢喎，好得好，每一方面都連續失。點解揾唔到我想嗰個版本？輾轉相傳啦，睇下先。咦？呢個把歌談心好似係節目嚟喎，唔好意思。睇下先，林珊珊。他應該唱完這句先到 intro， 我聽下先。
子，像凉凉雨丝，风中吹散了一夜。从何时开始，我欲言仍不语，我心中充满寂寞。有一次，情是满腹诚意。珊珊的把歌谈心好看看先，好喜欢唱我唱这首深夜告别练习冇，唔使唱啲快歌，例如呢，例如是咩歌啊？你歌名睇下先啊。我唱了几首，唱了八首而已今天，因为太多嘢讲，太多啲了今日。唔系啊，即系想讲咩咪讲咩咯。睇下先，以前听收音机个 feel 出晒嚟，咩叫电焦咗啊？电焦咩？电窿咗？电窿咗啲咩？做咩有啲咳？哦，咁我又再分享一下啦，就系、是、我今日咧。因為天氣熱了嘛，開始咁我炒咗風扇出嚟啦。咁個風扇咧就太耐冇洗，其實唔係幾洗到就真個風扇係拆唔到，我都唔知當時買咧其實點解會買個風扇，因為平，因為咧佢又平啦，佢有個特色咧係嗰啲龍捲風啊，即係嗰啲咧係好大風嘅真係，但係好嘈咯。佢平嘅係又嘈啦，之餘咧係又冇得拆嚟洗。即是便宜都真的未必有好东西啊但我就贪便宜买了我什么我19年用到现在了那个是用了很多年了跟住到最近它有点疏疏地所以我就没成日拿出去用跟住怎知道呢它封晒尘那我求其抹啦跟住我怀疑呢是尘呢搞到我呢是这么想咳就是这样哎呀这个风扇没电啊不紧要啦我都凉了一阵我的風扇是不是白色是啊为什么你会知道的有卖广告我没卖广告。不是啊讲的那个便宜。买电器没贪便宜啊。人家 Sandy 讲话买电器没贪便宜。知道了知道有这个教训的了。所以就算了。看看 ,Judas 扫得很好听扫极都好像粗冰。其实呢我都可以话龙卷风就知边只有冇搞错啊？系咪即系其实你哋都有睇过平嘢啦，系咪啊？但系因为你哋知道唔好买，你哋精明嘅消费者，我同欣姐唔系啦。一佢话一讲龙卷风，我知边只，可能其实冇乜边只龙卷风系平，系真系好凉嘅，但系好嘈咯，嘈黐线。我而家我都唔会开啦，开紧 live， 即系唔会开呢个风扇啦。在條街上是啊没错啊我们是啊在店铺那里试其实是不吵的因为店铺有些东西还吵嘛拿到回家吵黐线 睡觉是不惯的一开始算了不要说个风扇了真是生气讲龙卷风就知道哪只
勁啊！睇下先。好啦，咁我分享一下點樣數曲啦。咁可能呢度未必個個都係彈吉他嘅，但係我都可以講。其實咧，數曲咧就咧唔係好大力咁樣坐落去嘅。你見我隻手其實輕輕咁拉過就係噶啦。或者有時咧，其實咧真係每條線都盡量最好彈齊，唔得嘅咧就彈中間或者盡量彈尾部。要知點樣突出嚟去彈到自己想要嘅聲音，係啦，講話好空泛，但係你哋自己摸下個感覺，好難嘅，真係，因為都要時間去研究。有咩唱《龍捲風》啊？好咯，《龍捲風》點啊？仲要點呢首歌嚟笑我咁話咯喎？買咗個平嘢翻嚟。咩啊？我抵曬啦！2019年用到而家，2019年年尾咯。咁啊，用唔到五年嘅，都用咗四年啦。冇咩啊？冬天用唔到啊？摆喺度都当用咯，咩啊？摆喺度都系用紧噶，即系消耗紧佢噶嘛，系咪？都其实只不过系想吹到自己好大，用咗嗰个风扇好耐啫。咁你咪开心翻咯，即系平嘢你越用得耐系觉得越抵噶嘛，系。好。有点难唱呢首。周杰伦《龙卷风》。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没有你以后。唔识普通话。黑云在赶落，我被它拖着走，静静悄悄默默离开深入的微尘。的视线已狂风暴雨，我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伤，我不能再伤，我不能。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要再伤，我不要。我不要再想你。不知不觉你已经离开我，不知不觉我跟着了节奏，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个秋，后知后觉我该好好生活，静静悄悄默默离开深入的微尘边。视线已狂风暴雨，我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了任何多。我不要再伤，我不能再伤，我不能。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要再伤，我不要再伤。不要再想你，我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嘅龙卷风，我个龙卷风风扇要退役啦，我谂真系。唱呢首歌嚟纪念佢。哇，真系好痕啊，大佬！你睇下几衰啊，這个风扇。咩啊咩啊？啊系啊，饮呢个唔记得咗。我有个 Dyson 啊，系啊，但系因为佢太巨啊，我呢个系摆房噶，真系唔方便攞出嚟又攞嚟攞去。做咩唔开冷气？梗系为咗悭电啦，同埋悭钱咯，环保，环保系第一，环保系第一，悭电悭钱系第二同第三。唔系啊，如果唔系真系去到好热，我都惯咗唔开冷气。因为真系嘅事实真系觉得系都环保嘅，同埋真系悭钱咯，真嘅。点啊？系咪好丑恶啊？呢一面乜都话悭，哇系咁噶啦！我自己出嚟生活系咪先？又冇屋企人帮，又冇屋企人依靠，系咁噶。咁就出到嚟生活就知咩叫真系生活咯。系啊，所以我觉得。OK 啊，我死唔去。系啊，开窗啊，有噶，有系唔敢开太大咯，有蚊咯，因为笑声有回音，我已经冇开 reverb 噶咯噃。呢个开声咩？我听唔到添 ，sorry。原来我呢个电话睇 comment 嗰个开咗声，悭系未得，梗系啦。如果咪搵几多都唔够使啊，更何况我搵咁少，系咪？唉，尽量啦。惯咗悭咯，悭咗好多年噶。其实由几时开始呢？哦，我都唔好，我迟啲咧，过多几年咧，如果真系有机会多啲人认识自己嘅话咧，我先到时写本自传，先至讲自己悭成点，用咩有咩方法悭钱天书啊，出一本，梗系。正常要省啦，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省得不正常咯。是啊，你们是不会知道我省成怎样的，你们可能估都估不到，分分钟省过你们都不出奇啊。即我是很省得的，就是没计了，即是为势所逼。不是，即是那我又不可以说，假如啦，我当我真的搵得多会不省，那又不是的，那要的。但事實上，我而家唔係，我更加要慳啦，係咪先？咁都係為咗自己覺得唔好咁，即係其實唔應該咁大細，個心好危險啊！因為其實我嘅收入真係唔穩定，同埋大家都見嘅，其實商演近排都冇，都搞唔掂啊，係啊，所以就咪開 live 咯，咪開busking 咯，但係busking 又，唉，我都唔知啊。其实我都好头痕啊！呢排即系觉得，唉，点算咧？好似用嚟有收入嘅方法都好似唔知点咁样咯。啊，唔紧要啦，我尽力啦，系啦。咁你哋就得闲打赏下我啦，多谢你哋啦。系啦，靠你哋嘅帮助，咁我就继续好好行落去。节俭到系好嘅，有钱反而会更加珍惜，系咪啊？我未试过有钱，我唔知道。我会的，我会节俭的，是啊，我会，但是有时悭得来是会，又不是叫不开心的，即是都挺强迫自己咯，但是没办法咯，即是咬紧牙关去度过咯，我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是啊，咁啊，迟啲再跟大家分享啦，过埋呢一年先再慢慢跟大家讲啊，是啦，但是其实我不觉得自己是不富有的，是啊，我心入边。我会觉得其实有你支持已经很好，已经是即不是必然的嘛，那些东西都即有人更加是可能想玩音乐，但是没有家人支持啦，自己又没有能力，或者可能没有太多的储备的资金啦，而且又未叫做储到一班支持者这样咯，那你说这些人怎样走下去，是不是可能即要讲差的有人还差过我的嘛情况，所以我不会想得太悲观咯，我想着可以想得越好，多啲正能量，吸引力法则，咁就可以越嚟越好咯。所有事情就系咁啦。好，仲有咩歌唱啊？Sandy 都好悭嘅咩？悭啲啦 ，Sandy。
點解會變咗有個咁嘅花名嘅？好多人叫 Sandy 嘅啫，我發覺真係一翻屋企即刻開冷氣話知佢。咁啊，其實有時係要俾自己享受一下嘅。咁我唔係去到話熱到黐咗線，我都唔開冷氣咁，未去到咁，我唔得嘅。我真係咁樣就唔得嘅。不過我而家未開咯，係啦。睇下先，而家喺街嘅商場聽我個 live 好似細聲咗啲，你開大聲啲，你個電話可能係未開大聲，因為我自己覺得 OK 嘅個聲。成日吹冷氣都好壞身體，咁我咪唔係成日吹咯。點啊？大家講下風扇又講下冷氣咁樣，不如俾我唱翻首歌先啦。想聽許冠傑嘅歌可以唱啊，可以啊 ，Iris， 多謝你之前。見到你由呢個 live 一開始睇到而家 ，thank you。咁我睇下先，許冠傑。哎，我知啊，有一首好想唱，忽然間。世事如棋啊！知唔知點解想唱呢？都係嗰個原因啦，因為好耐冇唱過咯。因為平時多數係唱《難忘你》咯，跟住仲有咩啊？嗰啲唔係喎，淨係唱《傷心情歌》咧。我覺得唔好呢首啊。相比较。
都是许冠杰的世事如棋。狗仔即刻竖起耳仔啊！讲起狗仔咧，就好得意噶。我家的狗仔咧，试过听我唱歌咧，会听到流眼泪，同埋好中意听住瞓觉咯。咩每人$4啊？咩嚟噶？喺度讲紧悭钱嘅方法喎，喺度交流紧心得喎，随便唔紧要嘅。每人中几多钱？咩啊？讲紧中六合彩嘅秘诀添啊！咁犀利嘅。你哋慢慢去交流呢个悭钱嘅秘诀啦，我都可以学下。今晚庆幸有我，你哋都乘机嘅，成日讲埋啲嘢。好，仲有咩歌唱呢？而家几点啊？哇，原来都10:07嘅，10:07咁我唱到一首就算啦。今晚你哋点歌啊？同埋如果你哋中意嘅话咧，可以随心打赏，多谢你哋，当不情咁睇啦。Thank you。因為我都不知道我下次 busking 幾時，希望可以快啲啦。我都不知道，睇下情況。好，等你哋點歌。一首歌的过程中，我就等紧你哋嘅点歌，就唱弹呢只，弹咗就唔唱啦，唱咗就唔弹。睇下先，斋弹都好听，就弹我就唱我弹呢只，真系。点解你哋个个都咁讲嘅？想听呢首啊？咁你诚意拳拳就算啦，我真系变得快啦。俾面你哋啫嘛，歲月的童話就咁啦。咁我彈個前奏俾你哋自己哼啦，自己幻想啦，我都唔知我吹唔吹到。咦，好似得喎。
前曾踏着步在照相，公园里共你比在攀树上，还有什么歌都能唱，插着裤袋哨子吹响，看夕照是如此漂亮，一切就这样分享。回头是那日那夜那背景，仿佛已没有什么可记忆，时间制造缺陷不停，这夜如何闭上眼睛，再共我回忆中约定，心里就有感应，即使走过几趟远路，如何都睁不开岁月摆布，这刻收一收脚步，为对方拍拍满身的尘土，好想知你可会快乐，还是总躲不开生活煎熬，只想你仍安好，仍然能踏着步在照相，讲起了自由恋爱的对象，还有熟悉的那些歌唱，若你愿陪我偶然停下，那夕照仍然很漂亮，跟你看着同一方向，即使走过几趟远路，如何都睁不开岁月摆布，这刻收一收脚步，为对方拍拍满身的尘土，好想知你可会快乐，还是总躲不开生活煎熬，只想你仍安好，即使走过几趟远路，如何都睁不开岁月摆布，这刻收一收脚步，为对方拍拍满身的尘土，好想知你可会快乐，还是总躲不开生活煎熬，只想你仍安好，仍然能踏着步在照相，讲起了自由恋爱的对象，还有熟悉的那些歌唱，若你愿陪我偶然停下，那夕照仍然很漂亮，跟你看着同一方向，一切就这样分享。岁月的童话，岁月的童话，下个女未够一世一未可以讲咩啊？未够一岁就识吹口哨，你讲我信嘅，其他人讲我就唔信啦。系咯，好啦，呢首歌咁有 feel， 就呢首歌嚟做结尾啦。我差唔多开咗个半钟啦，今日。喉咙咁含都开个半钟，抵赞啦，系咪先？下个星期再见啦，咁good night 啦，大家。
希望你哋有一个好好嘅晚上啦，听完一首咁舒服、咁好听嘅歌。咁就下次再见你哋啦，记得啊，叫多啲朋友一齐睇我个 live 啊，再多啲人睇咧，我就越嚟越心情正，唱得越嚟越好啊！大家好唔好先？梗系好啦，好啦，咁大家晚安啦，再见啦，下个星期一咁就系、是、都系九点左右就再见你哋啦，拜拜。咁啊，喜欢我嘅歌嘅话，可以随心打赏，多谢你哋，拜拜。